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。爸爸，去抓鸭子。鸭子放在那个田里面。来，我出训员打卡了。这蜜蜂基地，养蜜基地。我爸爸在赶虫子，他会吃那个蜜。对。马上到来了。那鸭子养在这田里面，田里面扎的那个茶树，鸭子都在那里。鸭子也知道，啊，一下子铲抓到了。真厉害，准备烧火烧水，好吃的哦。我妈妈说称一下这个鸭子有多重。哎，毛嘞，这些毛山龙不晓得有多斤多。这个开了。来鸭子，好烫。从那几天呢，买的9块钱多呀。有你来修啊？啊？有哪来修啊？有我来修的。马上拔的，拔一会就拔干净了。我教会再弄，他说我弄不干净哦。今天炒一碗田螺吃。你们老师说没出去，今天来了，还买了好多吃的菜。看看，美女出镜喽！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。你的脚干嘛呀？耶！看，这位美女在干嘛？在弄田螺，今天炒田螺吃的。哎呀，这个脚。老汉子，哎，穿的过来。哦。耶！懂了。不是有盘菜，哎，有盘菜。我拿着短路来都吃了。好、哦。哎，好。看一下我弟媳妇炒菜。黄瓜，锅的糖。看，炒鸡蛋，鸡蛋和西红柿。
出发了。好香啊！先把我的电风扇开开来。这个电风扇呢，我跟你说，有30年的历史了，30到40年的历史。这个好，这是洋葱吗？你这是田螺。那这样，我还要看南瓜倒饮料。哎，爸爸，那个树是田螺。要把这个碗拿到厨房去。爸爸，那个树是田螺。这个不是田螺，还没有田螺，你敢吃田螺？田螺你端上来，你妈妈再做，马上好了。这边就开了吧。开了。你们手上全是胶水。手上是正的。我还要不要？耶。不要。我剪开。那个还没吃饭。干嘛？你这那个。你去洗。还没吃饭。一口干掉一瓶。这个边吃了。吃完了。好，我等。来，我等。我等吃了，来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那先挑，等下。等下，等下。哎，受不了了。吃饭。要不要喝点酒？倒酒啊，倒酒。不喝酒，不喝酒，弄。不是这样，不是。现在吃好。你好，喝什么了？不好吃就是。你好，喝什么了？吃菠萝，吃菠萝。就是可乐。吃菠萝吧，就是可乐，快吃了。